零零五四三，孩子好，我是零零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表演魔术。那我们先来介绍这里面会出现的东西。这是四只小偷，然后呢，这一张的是警察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的一栋大楼。好。那首先呢，四只小偷来到了这里，一只去监视。第一只小偷，真的好大哦！第一只小偷，大楼垮了啊！有没有听到啊，大楼？第一个小偷到一楼，然后呢？第二只小偷进去了，不会哦，他不会坐电梯耶，哎，放进来就好了，不要偷看了。好，最后一只小偷放到我们的，这样放不是很快吗？好，好，突然警察来了。小偷就说：“哎，赶快！好，这三只小偷就出来了。谢谢大家。那这次我们要有一个助手，我们这次不用主角。助手。那爸爸来，你来抽一张，随便一张。”抽一张之后要给观众看。嗯，不能告诉我，告诉我就站作弊。好啦，请你把它弄好，插进去，随便一个。好。我爱做什么？哎，干嘛跑？喂，他牌在哪里呀？我们来找找。你看，他的牌是这张，对不对 ？O 的，对不对？他竟然跟其他朋友不，他竟然跟其他朋友不一样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厉害，爸爸看懂了。好，像我的影片记得帮我。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上方的小铃铛，咚咚，哎，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，还要留言和分享哦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